去逛别间。那你们两个去逛街一样。六。六。我没有要逛嘛，我们只是要搜刮而已。那你们搜刮一下，我们去我们房间。下回不是三间都给他搜刮。我们三个，那我们要去探索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三级有没有六级？六都是六六。对。六六六跟六六六。怎么开心？都是六六。太远没有人用。然后就没打扫。那我就可以在床上乱跳。六六。那我去每一间都上一下厕所。哇，这么远了。应该在这里。是压轴登场吗？我在偷偷开卡，等。Hello。Good morning。开灯。可是要插卡呢。知道。啊，开灯。No。喂，绿多。别走，快嘛！我把所有东西移走。lotion 呢？浴帽哎！哦哦哦哦！哇哇哇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！那个茶是可以拿的。可是妈妈就是说，那个茶太烂了。圣经吗？没有。你要偷？你要移走圣经啊？哇，你这些东西要放哪里？有袋袋，我这里有。袋袋空。这是待会就要把它全部掏出来。你在干嘛？LG TV。开，有没有圣经？哎。好了，起床。可能韩国不是看圣经耶，他们都不是很多奇怪的宗教，他们都背在，他们都写掉，他们都背起来了，人家都背起，人家都背。后面乌龙体你要不要？那我还不把它移走？这是什么？这里看起来是，这是糖吗？这个是 sugar， 看起来是糖，超好笑。这上面写韩文。这是什么？立顿哎，你要不要立顿？这个是我看不懂的立顿的。新娘。Fruit and herb 这个。Brown sugar。你要柠檬草吗？哦，这个感觉可以。柠檬草。我就是拿柠檬草跟韩国茶。这是什么 ？Coffee。感觉是奶精。看起来是，那个应该是 coffee 吧？没有咖啡因的咖啡。这个茶壶看起来超酷的、哦，好帅哦！超酷的，那你还要掠夺这一瓶？你带那一瓶要干嘛？要不要摆糖？看来不需要。你说那么多糖，好嘞，我可以撤离。可是有茶壶也是很酷的，超酷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会有茶壶这里？那就拍。竟然有茶壶哎！什么？有够瞎趴！这个在里面。你有什么毛病？可以去下一间，可以跑了。下一间。关灯。哇，是偷偷马桶。哇，看来沐浴不能拿。快，我要关灯了。关灯。厕所的。没有啊，他就会关啊，我把卡拔掉了。六六六。我们是探索。笑死！啊，你不插卡。走。我是抢劫大师哎、欸！哦，直接抢，好爽哦、喔！快拿茶。欸，这里风景还不错吗？哇，是天花板。看来没什么。什么东西？
可以看到山就是。我还以为外面可以看到山，有个屁。哇塞，满。还有茶，还有茶。搜刮，搜刮。柠檬茶，这一包怎么看起来要烂掉？好的，就这样。这里。探索任务结束。完美。好。探索任务结束。解锁成就。饭店探索王。